的什么烂招？把他弄近视。赵先生在哪？赵董。大家过年好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。那今天这个很难得哈，到我们丁特的工作室来哈，来参观啊，来同时拜师学艺。因为我在办公室，小编给我看啊，这个一个影片，丁特大吼大叫哈。邻居抗议过吗？很长，真的吗？邻居们觉得干嘛？你在下面干嘛？因为我玩游戏的时间都比较晚一点，有时候可能邻居睡觉了，会打扰。是。好，那么高年级实习生今天来跟丁特来请教、来学习哈、那么这些电竞啊等等，我还是设备都蛮齐全哈。是，小编帮你准备一个账号。是。少康走出战情室。哇，你现在可以移动，这是你的角色。对，然后你按右键就可以移动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好，这样拆掉就赢了。顺利通过这个新手的教程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对战环节。哇，那如果这个输了的话，可能就不好意思了。这个等一下的转蛋抽抽就要麻烦您买单。好吧，算学费，算学费啊，算学费。这个就多这个手下留情啊。好。这是他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敌人，这是敌人。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杀掉他，然后好攻击他，攻击他。对，就这样攻击他，打他，攻击他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赵先生，那个是，不是啦，对，是，等一下，赵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们处理一下，我们处理一下。赵先生啊，可能有一点点的近视，那所以我们是不是麻烦特哥也可以帮我们看近一点？看近一点，对，怎么看？哦，那就是，不是，就是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吧。好，我要这样玩吗？对，麻烦你，对，麻烦你，就是等一下就用这个方式打。那我怎么点？到底用的什么烂招？哥哥还适应吗？有点适应。他弄得怎样？他现在只能看到大概范围这样子的范围了。哦。把他弄近视了。对，这次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打他。不到啊！按 Q。哎，可以。然后再右键点他，右键点他。啊！你点到小兵了，你点到小兵了。赵先生在哪？赵董。等一下，主办单位，我可以把近视取消吗？你有没有其他的障碍物？这个近视根本点不到人。好，可以，赵先生没问题。我们还有别招，我们还有别招。我觉得您的手实在太灵活了。那最近这个天气有一点冷，所以我们想请你戴双这个手套，再来跟我们的赵先生对决。戴手套就不太好操作了。你确定这可以玩游戏吗？我们这一次绝对会赢。好，可以帮我换回近视吗？等一下，大哥打死你了！等一下，死了！不好意思，赵先，我们刚刚应该高速过，好像这这么快？对，我们好像还是战败了。好，这么快，对，就死了。对，赵总，不好意思。那既然这个胜负已分，这个转蛋的抽抽就要麻烦你买单了。没问题哈。那这个环节我们有请这个洪委员，是洪委员陪我们一起抽抽。好，来，洪委员。哎，委员，刚刚抽效果龙争虎斗，确实很激烈，好，那愿赌要服输了。等一下抽抽，说不定赵总就会有初学者的好运，抽到对。通常都有这种新手运，对不对？对，新手好，希望哈，来。本来企划说要抽那个天堂链，但是因为我被他们坑了蛮多钱，所以让我换个游戏，换天堂 W。你们只能拿我花在你们身上的1000万去请律师团来告我。赵董没有用过那个东西，对，确定。按下去，哎，左键按左键。好。那就会开始有抽卡的动画，现在抽卡动画都做得很麻利，就是让你在消费的时候
就是觉得不知不觉赏心悦目的感觉，然后就有一种期待感。你看它开光，然后看一下这些棋盘，它每一个棋盘都是点开来都会是一只角色，然后就可以期待它到底是什么等级的，停留下来是谁？对，到最后出现的是谁？但通常都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丢水沟嘛，通常都是丢水沟，把钱丢水沟的意思。然后你可以一只一只慢慢点开，你也可以全部打开，也可以直接全部打开，按条件。哎，赵总是天选之人，全部都白。他有三个阶级，就是最低阶就是白色，然后再高一阶是绿色，然后在第三阶是蓝色，最高等级就是红色，等于全部是白。这种您听得懂那意思吗？然后您天选之人就是全都白，全部白，我都看到了。这也不容易哦，这也不容易，这也不容易，这也不容易哦。那这个全部白的也不容易。那你通常这个游戏一个月会花多少钱？对对对，氪金多少？氪金哦，我自己大概可能二三十万吧。二三十，但因为这算是我们的工作了。当什么立委啊？当这个是，哦，哎，有绿的了，有高一阶的等级，中间这个绿色只高一阶而已，只高。哎，赵总很贪心的，是这样，只高一阶。来，宏伟，来试试看。好 ，This is why 好，确定。哦，两个，三个，两个，不错啊，这个就符合期望值啊，就是普遍的情况大概就是，但是应该要这样。遇到一个阿鲁巴，感觉很痛。也就政府必须要辅导，他国外刚我们谈过中国大陆、韩国都很鼓励这种选手，鼓励这种电竞游戏嘛。对，那你台湾都不鼓励的话。都靠民间那个力量就有限。其实台湾政府也都是鼓励，就好比到2012年我们拿了一个世界冠军，那时候总统也有出来就是表扬啊，然后有说什么会帮忙处理选手的兵役问题之类的，但就是那个风头过了之后就不了了之了。不过电竞像去年新北的全国运也有把电竞纳入运动项目比赛项目，那我知道是2024是巴黎奥运也都有，所以亚运都放，今年的亚运都已经放进比赛，都会有比赛项目。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洪委员啊，谢谢丁特哈，那就希望那个法案能够赶快，大家会盯着，希望法案能赶快持续关注，对，不要忘记订阅、追踪、分享，按小铃铛嘛，要不要？小铃，然后支持丁特的这个直播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那对于我们今天出的奥博，你有什么？奥博，我觉得那个手套。有一点难搞，然后近视，我觉得很好玩。那个近视我没有试过，我之后考虑找观众用这种近视单挑，应该蛮有趣的。